Hello, this is Kyouka from Over Radio. Vox Akuma, 我的妻子说，金宝，我胸口碰到你的枪上，我请用爱开枪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这么想要我的爱来给你开枪吗？嗯，你可别后悔啊！你就这么想要被我的枪这样打吗？乖哦，到时候你就别后悔哦，我这个枪就可不是玩具枪哦，到时候你就别后悔哦。那你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闭上了吗？闭上了吗？我爱你。今天，这位叫 Vox Akuma 的人少了一个妻子。好，下去。Good night, cookies. Bye bye.